怎样，老板舒服吗？冷气够冷吗？舒服，按摩嘞。哇，你在开着他的按摩？按摩的。嗯，他这个按摩是有用气压帮你推的哦。是是，真的有 feel 到。嗯。做工时间跑出来按摩，几开心啊！你看我每次去面 Valley 这样子，然后经过那个 OC 摩就做一下一样了。不过这个他是有按摩到，可是他不是那种有揉的，你没有 feel 到他揉得很厉害。嗯。不过你是有 feel 到他在他，你是有 feel 到他那个揉的 feel。嗯。啊，不过他这边呢就会出一个声音出来，是啊，他是跑气的。哇，不，这个这辆车真的是。有那一种坐飞机那种 business class， 不，我觉得还是接近 first class 啊。我这个是 first class 等级啊，它连包括这个所谓的 Ottoman 椅子啦，它都是比较大张一点的。然后那个皮啊，你看，我觉得是不是软？对对对，这个也是航空等级的。然后它的海绵哦，还有一个叫什么 adaptive padding 的记忆功能啊，就是你大字啊、人大字、小字啊，它都可以帮你包到美美啦。哦，是哦，这个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那种枕头这样子啊，有那个记忆功能这样子。对对，你腰不好啊？谁讲我腰不好？哎，听讲过？没有，没有这回事，没有没。来来来，介绍一下，当我是老板来跟我讲一讲怎么买这辆车的。刚才我讲的这个海绵哦，它不只是可以帮到你的腰了，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吸震，你坐车的时候啊，过那种不平的路的时候啊，它还有那个吸震的功能，所以就是你坐得更加舒服的概念。对车震是有帮助的啦，可以这样讲。所以这辆是 Lexus LM， LM stands for luxury mover， lots of money， 很多钱。我这辆是350啊，对，350 LM 350 LM 350，用 3.5 的那个 V 型啊。OK， 你看，那这边的话，这边还有一个控制啊，还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这边的控制是不是还可以控制整辆车的那个 audio 啊？有灯啊，就是有 reading light 啊， OK， 然后还有就是冷气啊，还有是包括就是按摩的这个部分。然后这边的话，大家看一下，还有一粒巴灯，你知道吗？这粒巴灯是不是你按一下的话啊， OK， 它就是可以开关，就是前面的这一个窗口。对对，而且那个窗口那个玻璃镜啊，还可以 clear， 还有 matte， 哎塞，我们就可以把它关到完，就是你按一关的话，你完全看不到，就是。外面看不进来，你也看不出去外面。对，与世隔绝，所以就可以在后面为所欲为了。是，就是讲我在车上面跟我的女儿，我在教我女儿读书的时候啊，对对对对对，就比较专心一点，不会受外界的影响。是是，他可以专心读。不过我有点好奇，这个东西如果我司机那边的望后镜是用 camera 的，因为你看啊，你这边这样子关掉，对对对，变成司机看不到望后镜去了。这样他的望后镜是用 camera 的。然后你看这个椅子是不是，它可以调的幅度很大一下，基本上是可以躺到完了，躺平了啦。对，可以躺到平了的啊，因为它这边真的是很宽，这个我收包我没有看过有车有这样大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我觉得是它的最大的。可是它的脚这边不可以把它提起来的吗？你要通过这边，这个 touch screen 这边。这边 touch screen 这边。然后这边可以选，它其实有六个方向啊，所以这个椅子是能把它提上来的。对，而且还会自己，它上来的时候它会自己伸出去，就是完全拖住你的脚。等一下，示范一下先。所以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睡姿啊，已经是基本上接近啊，差不多是可以差不多平躺了完了。哇，不过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个按摩的力度就比较好一点点。是啊，因为你应该是你的身体的重量啊，把压下去了，所以你就 feel 到比较明显一点。而且老板，我跟你讲，你喜欢这个姿势哦。它有记忆功能，你可以省下来。下次你要教你女儿读书的时候啦，你可以直接开。不过你看我溜车啊，我可以这样子来躺。真的是厉害。对，真的是很宽这个空间。喂，这边还有一个，你还可以插麦的哦，这边是。不是插麦，不是插麦，应该插耳机的哦。这辆车最老板的地方，就是它前面有这个电视机，你可以看电视啊。对，而且在我前面的。对，而且你看旁边，还有喇叭。这辆车啊，有19个喇叭。19个喇叭。而且是那个 Mark Levinson 专门打造给他的。他这个喇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很厉害的技术，叫什么 Quantum Surround 量子环绕系统。在 before 我讲这个电视机前，我先讲了。其实这辆车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待客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记得 Lexus 有个日本名字叫 Omotenashi 啦。待客之道。基本上它是一个商务舱啦。可能有时候老板买了是好像你要买来谈生意。这个电视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体，就是一个 source 啦。说你可以，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电视机来 show 你要 show 的东西。所以它可以放 SD 卡，然后。CD 是没有了，但它还有。等等等等，怎么是呢？
这个只是 DVD 也能有的，可以看 Blu-ray。对对对，但我就已经看到它在那边了。哦 ，OK， 所以有这个 DVD， 有 SD 卡，然后不过我觉得现代以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呢 ，HDMI 还有它那个 Miracast 比较重要。对对对，因为讲真的，你买得了多少 CD？ 对对，我们现在也很少看。你可以上 YouTube 啊，就是讲 phone connectivity 比较重要一点。对对对，一方面如果那些谈生意，你要 show 东西 presentation 的话，用电话用电脑。电脑还有 tablet， 是比较方便的啦。对啊，其实这种车就是你是完全是享受它这个里面的这一个 executive 的一种享受哎。对对。然后你可能可以你请你的 customer 坐在车里面，你们就可以谈生意了。谈生意。或者是如果他已经有了这一个 Miracast 的话，就是然后他也可以连接电脑当 HDMI 的话，基本上你已经有了那些就是像 Zoom meeting 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功能？是，对，没有错。好像这个，我觉得最好用是这个 Miracast 啊，就真的是无线嘛。HDMI 你还要用 cable， Miracast 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子接连接上去，然后呀，我现在示范一下了。So， 你这个是谁的手机的？这个不是我的手机，所以我一点还有 Peppa Pig 的啊。是我，那这个不是我的手机啦，因为我本身是用 iPhone。iPhone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支援这个 Miracast， 所以它要用 HDMI 的 cable 来接。所以我现在，但你不想 iPhone 有可以登录另外一个 app 的吗？啊，要，对，它可以用那个 app 来这样子无线连接，可是要给钱。是要给钱了。我买得起这辆车，我没有钱买登录的 app 哎。那呀，我现在示范一下 Miracast。好。你看他现在已经联系到那一个电话了。对，所以你只是要找这个 device name RS system， 我这边按下去。OK， 就有了，然后打横。基本上你就可以，你要讲要做 Zoom meeting 啊，还是什么鬼啊，还有看戏啊，之类的，你都可以直接 project 来这边，是相当方便的。看一下你。我要看股票，我是妈老板来的嘛，每天那个股票上下多少钱，你知道没有？股票示范一下。没有信卡，没有信卡哟，孤立了。这个电脑，这个电话的电话来的，是，这个真的没有信卡？没有，我用我的电话了，因为其实我是有带 HDMI cable。你现在是用 iPhone 啊？对，这个 iPhone 的话呢，就用这个，它这里有一个 HDMI port 啦，所以你就这样子接。当然你要有，也是要有这个转接头。这样接了过后，我跟你讲啊，20块不要省了，买掉那个 app， 放一条 cable 出来不好看。是，就真的是谈生意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用那个 WiFi wireless 的连接会比较好。所以你要切换至 HDMI。所以看到吗？今天 Top Glove Top Glove 起还是跌 ？CIMB， Top Glove 4.78块起了1毛钱 ，Public Bank 跌了2分钱，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哎，我们你现在 call 一下 iPhone， 看 iPhone 在做什么。Video call 啊 ，Video call 啊。有吗？有，跟观众 say hi。Hello。所以基本上这个 screen 是很方便一下的啦。还有哦，喇叭下面你看到有一个盒子吗？一个箱子。冰箱来的，这一个还可以放冰箱，是红酒，是14个 liter， 你要放3个都可以。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了，就是你看啊，你躺住啊，还有点远，好像距离有点远。OK 了，可能这个是要你的秘书还是你的助手，开给你拿给你的，然后这边它有杯架，这边还有放杯架，所以你就可以在后面喝红酒，庆祝你的生意做到了，对吧？也要示范一下这个当真电话。哎呦啊哈啊啊啊！帮我进了，帮我进了2-3百万，随便了，你不用问我了。这个东西1000万里面东西不用问我，像吗？像，可以啊，可以 ，OK 啦，享受一下假装扮一下有钱人呐，大老板的感觉。对，而且，给我一支1987年的那一个，有什么红酒出名的？不知道，我不是老板，不会。OK， 我要一直读不懂。那一次什么南非的那个时候，那一年有什么旱灾什么东西啊？所以那支酒很贵的。就是这样，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了。OK， 哇，一支红酒名字讲不出来，排写到书读不懂啊？不是，知道了，其实是怕讲出来那支酒50-60块，不好意思。然后这一个，这个三线还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对哦，我也是有发现到用手的哦。这个是讲真的，我进这辆车里面是啊，这一个是小V，我觉得
比较失望一点的地方啦。嗯、也不是讲失望啦，就是讲如果已经是差不多这样子了，不是干脆给我一地方，这样子上来对吗？对对。还有一个也是我觉得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啦，嗯、就是这辆车其实它有另外在 Lexus 啦，有另外在做隔音啊。嗯。包括它的前面的那个玻璃啊，嗯，都是两双层的这个隔音玻璃。嗯、可是哦，这片还有这片，这三片啊，嗯、没有，一样还是 no, 哦是。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前面都做了隔音啊，后面没有？这边是双层的、哦、厚的，厚的，嗯，啊，这个是 normal 的 double glaze 啊，嗯，对，然后这一边是 normal 的，哦，还有后面的也是，所以就是讲你当你躺下来的时候啊，嗯，啊，噪音会比较大声。不过这种东西他们搞不好有研究过了，就是他们可能在森林在 travel 的时候啊，嗯，它可能是这一片的影响比较这个可能面积比较小啊，嗯、它不需要这样大。不过因为 double glaze 啊，其实它也是有隔 UV 隔热的功能的，嗯，它不只是在隔音罢了，嗯，所以我是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啦。不过有可能就是如果不会隔太多啦，可能隔太多的话，坐在车里面也是会辛苦一点，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啦。然后这边有这个化妆镜。然后这个天窗哇，这样子躺住，如果是来一个 full moon 的话，还可以躺住看星星，不知道怎么多么开心哦。哎，然后我是很喜欢它的这个灯啊，嗯，就你只要通过这一边，你这样子去按，嗯，按一下，它就会开给你，然后而且是那个角度是刚刚好，你就是可以坐在这边看报纸、看书这样。对对对对对。讲到看书哦，这边还有个地方给你放杂志。会谢。嗯。没啦，这种东西我们放什么杂志？我们放现金在里面的啊，也对，也对，那些保镖是不是有枪的可以放在这边？对对对对 对, 对。OK， 你看拿这边这个，嗯，这个是那一个氛围灯来的哦，是这个也是 Alpha 也是有啦，不过在这辆车它是16种颜色。啊，你可以这样子切换。嗯，不过现在白天没有什么看得到。嗯，就应该是晚上的时候就看到就很明显一点。嗯，有那种气氛的感觉了。嗯，我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了。讲真的，这个后面真的是有那种头等舱。嗯，就好像我坐飞机的时候，take off 的时候，我还在等一个管道完了。啊，所以就剩那个灯，哇，这时候就爽。然后你又有这个玻璃车体。嗯，来来来，讲一下这辆车还有什么八百的地方？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这个设计啊、哦，它有一个名字的，嗯，叫金穗博库，金穗一世啦、嗯。那其实它是这些什么金穗什么？金穗一世，金穗一世日语啦，日语。Moscow 啊，其实听这个名字就好料了。对 ，Lexus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理念啦、啊，嗯啊，达古米。打闺蜜是成年拖鞋，你好像是哦，是不是啊？打闺蜜啦，那个 driver 啦。But 在他们这个在 Lexus 里面，这个打闺蜜是匠心的意思啦，就是所以细节啊，还有那个手工打造那些东西。对，当然这辆车呢，就不是我们不要一直想象它是 Alpha 或者是 Alphafire。对，你不要以为它就是把整个内装测出来过后再换一个内装下去，其实不是这样子简单的。对对对、啊，它在它的隔音啊，在它的、嗯、它的 structure 啊、嗯，然后再包括里面的这个设计，是不是它是完全重新 customize 过的？对，我刚才讲的这金穗式啊，这些地方，它全部都是有特别精心设计，还有它的这个椅子、这个缝线这些，也是全部是 Lexus 自己的一个它的理念啊。对，刚才讲的那个打古米呢，其实你知道打古米什么、嗯？不是那个藤原拓海那个 driver 啊，他是在 Lexus， 就是你要在整个丰田的集团里面，嗯啊，它是有一个就是一个 grid 的一个系统的，嗯嗯啊嗯，如果你在Toyota做工，还是在 Lexus 做工，超过不知道多少年过后啊，嗯嗯、你就会还是多少个小时过后，嗯、你的那个 grid 就会上去了，嗯 ，OK， 你一上到打古米的 level 是不是？嗯、你才能就是组装。Lexus 的汽车，我、哦、这样就是好像匠师，就对，他是师傅级的，就是他是很老经验的那些，就是、还可以去动那个车，对，那些 mechanic， 他不是讲随便 SBM 啊外面做一个来帮你做车的，哦、哇，像 这方面他们真的是很讲究，对对对，这个就是 Lexus 其实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它的设计啊，还是什么东西，它、嗯、在它的那一个组装的时候哦，它也要选特别的那些、嗯、所谓工匠，其实他们不是工匠啦，就是工作人员呢、啊，他们。有打古米 level 的人来组装这辆车，已经升到那个等级了。对，已经升到那个等级、嗯，所以它在细节上面，它在组装上面呢是有一定的水准的，很讲究。对，是很讲究。嗯，来介绍一下，还有这辆车的外观啊，还是什么东西？外观啊，嗯，你坐在车里面看到我走出去拍给你看，可以，是，是啊，这样子、嗯。OK， 等一下，我换成米拉卡斯。OK， so 我现在就用这个米拉卡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外观，你在这边看啊。嗯OK， 所以关了这个门，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和 Alpha 和 Viewfire 是有不同的，它是两个这样子啦。那其实这个 design 呢，就是 Lexus 的 L 的意思。这个我觉得看起来也比较 man 啊，比较粗壮的感觉。
啊，来到车头部分，我们去看车头先。这个车头就告诉你还是两 Lexus 啊，这个纺锤式水箱护罩超大个的，超大型的，整个就是很霸气的感觉。然后中间这个 logo、哦、是史上最大的 Lexus logo。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 logo 它不是那种传统的 logo， 而是一个平面的，所以其实它是有这个雷达在后面的。那这台车是有完整的 Lexus Safety Sense Plus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所以能够很完美的保护到里面的老板。那在头灯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了，就是很经典的 Lexus 的设计，包括这个日行灯就是一个 L shape， 然后还有这个哇很酷的这个流水灯，这个方向灯你看很有科技感的感觉啊。然后头灯是由这个三颗 LED 鱼眼组成，那这个头灯呢也是具备主动远近光灯的功能的。那来到车尾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尾很明显就是告诉你我是一辆 Lexus， 那我很喜欢它这个横贯整个尾门的这个 LED 光条设计，夜间辨识度应该是很高的，而且也是有流水灯。现在我要打开这个尾门给大家看它的尾箱容量，可是在这之前我要吐槽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大个的尾门它没有电动尾门开启，你要手拉才可以打开。那 OK， 它的这个尾箱其实因为已经是四人座嘛，然后这一辆大型 MPV 在这个尾箱空间方面就非常的出色了，你可以看到你的东西可以随便乱摆啦，你要放最大型的那个行李箱也不是问题，我觉得放两三个都没问题。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椅子在后面，然后哦这里哦也有这个喇叭的，那19颗喇叭的其中一颗在这边，所以可以做到那个 surround 的系统啊、surround 的那个效果。幸好的是这个尾门它可以电动关起，啊刚才那个望后镜的镜头原来是在这边，然后下方还有一个 reverse camera 啊。所以这辆车它是有这个360度全景摄像的，所以 LM 的司机们你们不用担心，这辆庞然大物你要办它呢其实是蛮容易蛮方便的。然后带大家看一下的这个轮圈啊，这个轮圈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然后它也是一个18寸的设计啦，不是19寸，看起来比较小，可是我觉得是原厂为了要兼顾到这一辆车的这个舒适性。那这个轮圈有什么特别呢？它和这个 ES 一样是有导入降噪技术的，所以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就是让这辆车的隔音表现更加的好了。OK， 好，你是梦醒你要 complain 的吗？现在在坐这了。complain 啊，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那个乘坐感，还是有点输给那种房车了，还没那种 S class 那种。没啦，就是在空间上面，它肯定是大过那种 S class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脚步空间就不用问了，四个位的已经把它变成两个位了，那肯定赢了的啦。然后一辆车不是用那一个 suspension， 对。其实我讲真的，我自己不喜欢 suspension， 为什么？我不懂啊，因为我坐后面的，我觉得 suspension 的话有那种浮的感觉。哦 ，OK。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啊，那头会晕一下，有点多余的摆动这样子。啊，有点多余的摆动。然后反正像这种啊，不是 suspension。不过，那天听 Ivan 讲他的那一个 suspension 的设定，也是有 ASUP 的那个 technology 在里面。对，然后他又是用这个 double wishbone， 特地去用 double wishbone 的设计来给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感受了。所以其实这辆车你不会 feel 到有这样子那种你该讲的 ASUP 那种摆动，其实是不会有的。不过税证其实是完全 feel 不到的。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隔音很好，所以让这一方面它的整个那个细腻度、就加分了。我觉得这样子很 refine， 很好做的感觉。不过我是比较好奇司机李总，你觉得这辆车怎样？我觉得这辆车很舒适啊。舒服开，力水哎，力水怎样？力水很有力。Compare with 旧款的 Wildfire。真的是大，因为它质量都是 3.5 嘛，对， 3.5 V6， 然后我觉得这个 engine 的那个运转也是很细的感觉、就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而且其实这辆车零到100加速 8.3 秒吧，有 8.3 秒哦，8.3 秒哦，是还蛮紧的。我它马力好像是我看一下啊，296 horsepower， 然后它的这个扭力也是有361 Nm， 哇，是蛮顶一下啊。不过这个 这种 V6 啊，这样子它都是比较注重那个乘坐感受啊，就是你在 highway 的时候啊，因为 V6 的那个 smoothness 啊，那个细那个细腻度还是比较好一点。
我等一下子停住啊，你还没有什么感受到那辆车的那种豪华。嗯，不，你在走的时候，你看到你前面这样大概一个 interface 这样子啊，是啊，它这个那种感觉就好像来了。是是是，嗯，这个1.1 million 的 view。嗯，1.1 million 无敌海景，百万的那个景观。对对对对对。所以是你的话，你会买吗？我觉得是，这种是一种派头来的、啊。嗯，就是，你可能三四百千买一辆 Velfire。嗯啊，不过我有本事用100万买一辆像 Velfire 的 Lexus 这样子。对对对、嗯。不过当然他给的料，他给的就是那些质感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啦。嗯，看你看不开，看不开、啊，你看不开的话，你买两，买一辆 Velfire， 买一辆 Velfire 来改的 Lexus 也是可以的、啊。是是是、嗯。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有个好处，就是这辆车很低调。嗯嗯，不太会有人懂这辆车这样贵，然后呀，对一些人来讲，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 security 啦。我觉得反正这辆车很高调啊。高调吗？你有100万，你不去买 Benz 哦。嗯，你来买一辆 Lexus 啊，那个就是很高调的地方。这个是身份上的高调啊，身份上的高调啊，是是是，就是我有本事这样子来花钱的、啊，就是一种奢，它不是豪华，它奢华了。对对对对、啊，就我不买 S Class， 我不买7系列、嗯，我买一辆 LM。嗯 ，OK， 我们现在把那一个前面的这个，我们要跟 driver 保持距离。现在我们关掉这个窗口了。我有点好奇，司机大哥听到我们讲话吗？听到没有？好像听不到一点点哦，然后我们也听到他讲话，就是很小声哦。嗯，然后这个玻璃其实司机是可以降下来的，嗯，前面是有把灯的。然后我刚才发现到这个椅子哦，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嗯，我要把安全带拿掉先，按这个把灯，嗯，他就直接回来，好像那种坐飞机啊，你搞掉，是在那个 default position， 他有这个把灯，一键的一个把灯罢了，就这样子回来了。爽骨的哈、哦，我真的是出来看世界了、第一次出来看世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不，真的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天窗开了过后啊，嗯，那个自然采光、啊，对，那个光线进来，然后整个空间，对，如果刚才昨天好像我们在卡板这样子看那辆车，好像觉得好像这么好像很小样子，好像、好像跟照片看的那个差距很像很大这样子，是。不过今天出来真的是在自然光这样子打下来的时候，其实真的差很大。对，而且我觉得这辆车走的时候啊，你才会 feel 到它的那个贵。嗯，对，真的那个感觉就真的是很好。然后这样子坐着躺着这样子，哇，思考人生。我觉得它真的是跟房车有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来了。这个真的是卖的是一个，它卖你一个 cabin， 一个厂，一个有自己一个空间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他卖你一间屋子啊！哦，是100万在路上面走，行走的洋房。对，还没有洋房啊，洋房要看什么地方啦。有一些地方100万还是买得到的。也对，行走在吉隆坡，这辆车是一间就是比较靠近市区的排屋了啊。行走的 land 啊。行走的 land。我讲真的，这个乘坐是不是？跟我的那个 Velfire 比起来哈、感觉上 Velfire 的那一个 body roll 比较厉害一点。哦，是哦，对 ，OK， 我现在这样子坐，我是觉得这辆车坐起来是很稳定、很稳的感觉啦。对啊，车身的摆动不多，然后有一种坐着那一种，有那种气橡皮艇啊，有那种 cushion 的感觉，其实没有 S S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都已经很稳了，OK， 还有一样东西美中不足的话，是不是？就是、如果你的司机没有在车里面，想要开门的话，因为这个门板还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是我还是要特地去到这一边，对，这样子开了，要去到这一边我才能开到门。我觉得我们可以建议一下 Lexus 啊，在这边加个 button。对，我就在这边呢、还是在这边呢、这样子是好啊，因为反正它这个开关门都在这一边的嘛。对，然后开窗这边有窗口，是，就是唯一就是一，反正都有 power door 了，对呀、还有第二就是这一个 blind 啦、如果这一个有电动的啊，再加上那一个开关门可以在这边的话，整个就顺很多，不过这一个 screen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卖点啊，对我来讲，讲真的，如果我真的是什么日理万机啊，还是什么，那基本上讲，一秒上下，对对，一秒像我这样子，一秒上下几百万的人啊，我们没有时间浪费的，一上车我们就要视频的开会，是不是？是开会，然后看那个股市那种啊，对，还要看股票啊，这种东西其实讲真的是非常方便的，是啊，因为全部东西都在你面前，你又不用看他电话这样小力，看 iPad 你要手拿住，对，这个东西在前面，你要看什么东西就看什么，你要做视频的一个 meeting 的话就可以做视频，不过如果还有 camera。
个是最好啦。是，如果可以直接有个 webcam 在这边，啊、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再智能一点，就是它可能是一家电脑还是什么的话，我可以直接用 app 啊，会更好，更加好。我觉得那种时常要到处跑的人，这一辆车其实也蛮适合的。那种对那种生意人来讲，对，然后在后面谈生意也可以喝，就成交了也可以喝酒，还有那个品相。哦，是哦，我们的酒王品来开。是，那应该干杯一下。OK， 好了，我们也要到我们的这个目的地了，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辆 LM Luxury Move 什么了啊 ？Luxury Mover。Mover， sorry。Lots of money， 很多钱。大家觉得这辆 LM？如何呢？有什么想要发表的，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一起聊天。好了，今天这个是特别的这个试坐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记得啊，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我就叫洗车佬多出来。OK， 等一下先，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现在是我们进去室内了。是啊，现在可以完全感受到那种室内那种氛围啊。真的哎，你看那个灯，哇了。而且还可以调的，是，真的是跟飞机一样，这个感觉不错，是。然后在这个灯光的照射之下，我的皮肤显得更加的漂亮，是不是？好像那个肉色这样，很顺掉整个，对，哎呦，突然间有点吸引，那脚毛又少，性感一些，年轻了，我觉得有20多岁，会是，OK， 买，买，一定要买了，买，好了，大家记得不要忘记继续订阅我们频道，继续留守我们的频道，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